滇陵世界外观很缤纷几何，很难不注意到。内部装潢非常富丽堂皇的美感，第一天就定位报道了。公益路的餐厅真的都在比大的，而且服务人员的亲切给我印象比较深刻。所以没有回家就马上写椰林世界椰子鸡跨界锅物餐厅地址，台中市南屯区公益路二段818号，电话04225801199，营业时间11点30分到14点30分。17点30分到22点30分，店家 FB, 请按我。装潢真的很漂亮，拍起来效果非常好，之后陆续有客人进来。第一天大家都跟我一样有看到可以赠送梅花猪吗？哈啾的。7%到16%打卡按赞拍照上传，有赠送餐前酒或饮料，后开胃椰子饮前菜，综合蔬菜盘。手工丸子、松子猪肉丸、极品花枝丸、爆浆牛肉丸。滇陵椰子鸡锅双人套餐1560美元。赠送的鲜菇盘后来剩，我一直吃菇。工作人员会帮忙先下鸡肉到椰子锅里，里面有椰子水跟椰子肉。点餐时本来有点犹豫，后来想说还是要点招牌来吃才是。计时6分钟之后，服务人员会来帮忙煎锅以及把鸡肉盛装出来。第一次吃到椰子鸡锅，觉得还蛮搭的，椰挺的。另外再沾点店家的秘密武器，沾酱有金桔、沙姜、朝天椒，再加上特制酱油，我和翁先生都喜欢这沾酱，鸡肉一沾更美味，挺的。包饭招牌辣味土锅包饭满，推荐点这一道的，连饭都渗进腊肉香，挺的。梅花猪、沙朗牛是营运期间，点椰子锅底，店家会赠送综合鲜菇盘或梅花猪，服务人员建议我们点鲜菇盘。我就这样点了，不过吃完肉之后，翁先生说赠送应该选梅花猪的，因为肉的部分摆起来比较空虚一点。觉得头重脚轻，肉有点少，内让我们前面夸奖椰子鸡，后面锅底加菜加肉之后就。牛肉丸服务人员说要小心吃，会爆浆。海鲜盘甜点蓝色骑士 IGBLU119CHESE